呢，我们的两支揭幕赛的战队都已经准备完毕。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你们最大的热情，有请他们登场。首先有请飞飞。就是干，在中国 ADC 排行榜中也榜上有名。他们中单小花，她的男神式神也是玉藻前。小姐姐，还有就是，你碰到啥呢？你懂什么？这叫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CK 战队简阳，哎呦，简阳打个前男友还来做功课呀？那是因为他不想在前任面前丢脸。哎，小姐姐，你怎么了？实不相瞒，肚子有点疼。你不会是想放？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哎，上场了！来了来了，真帅！丫头还是有点紧张啊，不大气。第一次上场，正常。跟我当年比，可是差远了。有几个你啊？今天是童瑶作为首发中单的第一场比赛，肯定很紧张。希望能搞出个大新闻。真的很不好对付，冷静派打野老 K， 正太脸刺客看了都让人害怕。同样的，还有万绿丛中一点红，国内首个女竞技选手，备受瞩目的首发中单 Miley， 终于看到庐山真面目了，发萌妹非常可爱，以及金牌辅助小胖，她胖乎乎的样子看着就让人很放心。 OK， 那么最后就是我们的 ADC 之神天范。战队都已经准备就绪，事不宜迟，有请两支战队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准备为我们现场的来宾朋友们奉上一场世纪大战。陈金阳，今天特别荣幸的能够请到小凡和陈阳两位跟我一起解说全国联赛的首场比赛。Hello， 大家好，我是本场的解说小凡。大家好，我是解说陈瑶。哎，今天这个金阳小姐喜欢的日系啊，是 cos 的妖刀姬是什么？是不是平常就特别喜欢这个 cosplay 啊？不是。小姐姐，干嘛呢？哥，这么紧张啊？今天好不容易有个，实不相瞒，我紧张的午饭都要吐出来了。你确实是很紧张，咱们今天都没时间吃午饭，要不你虚空吐一波。速战速决。老司机还是老司机啊。两位是不是也很期待今天的比赛呢？对对对，我想不只是我们两个呀，包括在场的粉丝们还有广大的网友们都非常的期待这场揭幕战的 CK 对战 ZGDX。 我想大家都还没有忘记刚刚过去不久的春季赛上那个场面，可真是叫一个腥风血雨。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腥风血雨。看来还是金阳小姐姐概括的非常的准确啊。对对对对，毕竟这两支队伍在全国联赛上的看点实在是太多了。今天的首场比赛，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 ZGDX 战队能否完成春季赛决赛的复仇 ，CK 战队是否又能够续写他们胜利的奇迹呢？而且啊，还有一个非常令人期待的组，就是今天刚刚加入 ZGDX 战队的新人组，那是个妹子啊。妹子打职业看过没有？对，还真没看过。别 Q 我，别 Q 我，Q 我感觉好多人看过来了，关注大屏幕不好吗？看什么呀？不过今天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我们感觉 Smiley 小姐姐好像有点紧张呀。哎，你说是不是因为她是唯一一个参加这么大型比赛的女性选手有关呢？嗯，这样也是有可能的。哎呀，第一次上台打比赛，谁都会紧张，这和是不是女生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哦，对，漂亮啊，姐妹。好，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 BP 环节，我们来看看会翻谁呢？征战即将开始，加油 ，Smiley！ 好，这边 CK 果然第一个就翻掉了这个 Smiley 成员的预早钱，看来是做足了功课了。毕竟这可不是一般的预早钱啊，这是国服第一预早钱。来，我们先搬掉好运蓝的狸猫。OK。狸猫，再见了。ZGDX 这边是搬掉了好运蓝最拿手的狸猫，看来双方在班位上都是下了功夫的呀。是的，是的。炎炎罗，清风。我的天，双方一个激动，直接搬掉了炎炎罗、玉藻前、青青和白童子四个中单。哇，六个班位，用掉四个来限制对方中单，看来这次中单有意思了。哇，那同时也要考验一下双方谁的弑神池更深更浅了呀。什么鬼，弑神池浅的话还真不敢上来打了呀。我会把你这句话传达给后面看守饮水机的那位。来，你们先把荒跟妖刀技能给我拿妖狐。成哥，对方的阵容来看，妖狐在后面会比较乏力，你拿白狼吧。不打后期，我说了速战速决，这把游戏没有后期。霸道陆队，陆队万福间。小生正是迷弟方的。天，他们这边选择了妖狐，我跟你讲，他这个很危险的。他选择的阵容，如果说前期没有打出特色，后期没法打的。我知道了，他是想速战速决，给 CK 一个下马威。这一起太险了呀！谁敢看到双方的阵容已经选出来了？先看 CK 这边是选择了一个上单波子大夜叉中单框，下路是镇和丁木莲的组合。这阵容选出来是要无所花语打后期啊。反观这边 ZGDX 战队这边，哎，看人家对面的全部都是后期阵容，我们全部都是前期阵容。我想说你们太膨胀了，兄弟。我头疼，赶紧打完回去睡觉了。傅毅，你怎么了？我肚子疼，想，什么？就是回应大自然呼唤的那种很强烈的召唤啊。想拉翔，我看你是想上赛时雨露。赛时雨露那是什么？哎，后台的兄弟们听见了没？实时更新了，你看我们中单的小姐姐在比赛开场30秒不到了。别了，后台工作人员大哥，你行行好吧，这段还是剪掉。我提前给你们跪下拜早年了。别嚷嚷了，当心一激动拉裤子上。一个病猫，一个翔样然，队友们，咱们还能不能好好打一把揭幕赛了？我不打了，你们去把陆月叫来吧，我想回家。晚了。好嘞，上线了。